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的能力显为至高，他的威严传遍全地，他奇妙的作为彰显在整个浩瀚的宇宙中，让人更是赞叹不已。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他每一样的创造都向人类显示出上帝的美善和能力。上帝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植物跟动物，然后上帝用地上的泥巴创造出了第一个人。上帝把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头，他就成了有灵性的活人。这个人名字叫亚当。上帝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，用它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，作为他的妻子和同伴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一些属性给了人，好让人能够享受与他亲密的关系。上帝为这两个人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园子，名字叫伊甸园。亚当和夏娃就在那里幸福地和上帝生活在一起。那个时候世界上没得痛苦和死亡。上帝对人说，在园子里头其他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要是吃了就一定会死。但是有一天魔鬼引诱夏娃去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夏娃不仅自己吃了，给她丈夫也吃了。亚当和夏娃这样做，因此他们就犯了罪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罪人不能与圣洁的上帝同住在一起，从此人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就破裂了。上帝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了出去，他们因为不顺服就有了这个下场，而且死亡也临到了他们。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也都因此经历着痛苦和死亡。但是上帝很怜悯人类，他继续深深地爱着他们。上帝为人预备了一条路，好叫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那里，和上帝恢复亲密美好的关系，再次生活在一起。上帝在圣经里头已经把他救赎人类的计划告诉了人们，那就是上帝不按着人该受的刑罚处罚人，而是让自己的独生子替人受刑罚。圣经里头说，上帝向古时候住在中东的一个人显明了他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人名叫亚伯拉罕，他相信上帝，尊敬上帝，上帝答应要祝福他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让他的后代将来要像海边的沙子和天空的星星一样数都数不清。上帝要通过他的后代来拯救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，因此上帝就算他是一个义人，也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。有一天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看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，顺服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叫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儿子当作祭物献给上帝。亚伯拉罕明白上帝会透过这个儿子赐给他许多子孙后代，他因为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，就决定顺服上帝。于是他就打算杀了自己的儿子，好当作祭物献给上帝。但是上帝说，亚伯拉罕，不要伤害你的儿子，现在我晓得你确实敬畏我，愿意顺服我。上帝在附近预备了一只公山羊，这只山羊的角都被树枝卡起了，亚伯拉罕就过去抓住这只羊，用它代替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上帝。上帝预备这只羊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在祭坛上，这就向亚伯拉罕显明了上帝对人的爱。上帝爱世人，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上帝通过这件事情向人显明他拯救人类的计划，那就是上帝要自己预备一只替罪羊来替我们的罪而死。上帝也像古时候很多先知显明，他要派自己的独生子来替亚当的后代而死，好除掉我们的罪。上帝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来拯救人类，
哪个愿意相信上帝的独生子是为了他的罪而死的，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，他就能和上帝恢复亲密的关系。先知也称上帝的儿子为弥赛亚，意思就是被上帝高抹的救主。上帝派弥赛亚来拯救人，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在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的千多年当中，好多先知都谈到了他将要做的事情和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先知大卫王说，上帝将要宣告弥赛亚是他的儿子。其他的先知也用上帝的儿子这个词来说明弥赛亚和上帝的亲密关系。他们也谈到了弥赛亚要做人的救主和王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，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先知也在圣经里头写明，弥赛亚将要出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，他将要作为他们的王，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亲密的朋友要为了30块钱出卖他。他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，但是上帝要让他从死里头复活，并且升天，回到上帝的右边。二天他还要驾着云回来，上帝要给他权柄，审判全世界，并要作王到永远。2000年以前，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的一生都应验了众先知在圣经里头对弥赛亚的预言。这部影片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个，以及他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情。在这部影片里头，有一个演员扮演耶稣，实际上没得一个人有资格演耶稣，但是为了让人了解耶稣的生平，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上帝的拯救和祝福，所以我们还是拍了这部片子。亲爱的天飞罗，我给你写信讲我们这儿发生的事情，让你晓得每件事正儿八经的过程。在凯撒亚古斯都当罗马皇帝，希律当犹太王的时候，上帝派天使加贝列到拿撒勒城的一个姑娘那儿去，那个姑娘叫玛利亚。不要害怕，玛利亚，上帝的福气已经降临到你的身上了，你要生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字叫耶稣。哦，还是姑娘，咋会有这种事呢？圣灵要降到你的身上，所以那娃儿要叫做至尊上帝的儿子，他的国家大得没得边界。玛利亚就到犹大城去看他堂姐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也神奇地怀着娃儿了。伊丽莎白，玛利亚，我的好表妹儿，你是最有福气的女儿，你肚子里头的娃儿也很有福气。你在跟我打招呼的时候，我肚子里头的娃儿就高兴地跳了。我心头最尊敬的是主，上帝是我的救主，我心头肯定高兴。从今天起，万代都说我是有福的。拿撒勒的人听到，现在凯撒亚古斯都命令，住到加利利和犹太的人都要把名字当户口，所有人必须在各自的老家进行登记。
玛利亚跟她的未婚夫约瑟一路到犹太的伯利恒去登记。但是伯利恒的旅馆没得地方，他们只找到一个破烂的马棚先住到起。在这一带的野地头，有些放羊子的人，天黑以后再收羊子。天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上帝的光辉四面照着他们。今天大卫城里头，你们的救主出生了，他就是主基督。放羊的赶忙去找，看到了在马槽里头才生的娃娃。他们最先传出姑娘妈妈和救主出生的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也叫做福音。七天后，给娃儿行过礼时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约瑟和玛利亚带娃儿到耶路撒冷，要把他献给主。在圣殿后头有个好心和虔诚的人，圣灵答应在他没见到基督之前绝对不得死，他的名字叫西灭。主啊，现在可以到你说的话，让你的仆人安心地走了。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恩，这娃娃就是上帝选出来的，希望你们两个都有福气。约瑟和玛利亚依照摩西的规定办完了所有手续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拿撒勒。当耶稣十二岁时，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去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。但是当他们出发回家时，没得耶稣跟他们走到一起的，却不晓得耶稣没有走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找娃儿。第三天，他们在圣殿中找到耶稣，他坐在老师和大人中间。这娃儿是哪个的哟？问这种问题。他是从拿撒勒来的，我麦兜他都跟我们一起离开耶路撒冷了，请莫怪他的热心。凡是听到他问题的人都觉得很稀奇。儿子，你咋个能这么？你老汉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你们找我做啥子嘛？你们咋不晓得我是在办我父亲的事情呢？他跟他们回到拿撒勒，他长大了，也越来越聪明，上帝和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他。提比留当皇帝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当犹太巡抚，希律当加利利的王，还有亚拉和该亚法当大祭司的时候，约翰在荒地头听到了上帝的话，他就来到约旦河附近给大家讲悔改的洗礼，让个人的罪过得到宽恕。离开你们的罪，接受洗礼，这样上帝就会宽恕你们的罪。正像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在旷野有人喊道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要走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的山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
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我们该咋个办？但是我们该做些啥子？你们这些毒蛇，你要我们做啥子？告诉我们该咋个悔改？有两件衣服的，要分一件给没得衣服的人；有吃的，要跟别个打伙吃。老师，我们是收税的人，该咋个做呢？除了规定的钱不要多收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该咋个办？不要鼓捣抢别个的钱财，不要冤枉别个有罪，对自己有的要晓得满足。跟我们说你是基督啊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了，我就是给他改鞋带都不配。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他带着羊肠的铁串，要把谷子收进他的仓库头。圣灵落到耶稣的身上，形状看起就像果子。从天上有声音在跟他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”耶稣开始传道时，大概30岁。他从约旦河回来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了他。圣灵带他到了沙漠头，在那儿他被魔鬼诱惑了40天。这些天他啥子东西都没有吃。魔鬼跟他说：“你要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命令这块石头变成吃的嘛。”经常写的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又把他带上山，一下子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。这所有的权力荣华，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给我的，我想给哪个就给哪个。你要是能跪都拜我，认我为主，这些都给你。经上写的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魔鬼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，喊他站到圣殿屋顶上。你要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这儿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经上还说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，你的神。
耶稣来到拉萨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你好，你好。在安息日，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。有人喊他念先知以赛亚书里头的一段话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选定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主差遣我报告：被抓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且报告神拯救他人民的时候已经到了。他讲得好。你们听到过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兑现了。经文兑现了啊，但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兑现的一个保证。我们咋晓得呢？你们会用这句俗话说：医生先医你自己。你们还会跟我说：你在加百农做过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。我跟你们讲，没得哪个先知在个人的老家受欢迎。接着这话，耶稣宣告自己是弥赛亚，上帝所立的，派他是为了拯救世人，但是犹太人就是不信他是弥赛亚。他们本来想把他推下悬崖，但是他却穿过人群，不慌不忙地走了。他来到加利利的一个城市，叫加贝隆。全国到处都遭罗马人占领了，人民渴望弥赛亚降临，来把他们从苦难里面拯救出来。祝你平安。老师，也祝你平安。西门，你的船可不可以打我？没得问题。他也不是要走哦，给我们讲道嘛。讲道嘛，耶稣讲道给我们听。从前有两个人到殿里头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官。法利赛人一个人站到一边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个那样贪心不诚实偷别个老婆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那边那个税官，我一星期进食两次，我得到的都捐给你十分之一。那税官站得远远的，都不敢抬头看天，只是捶着自己胸口说：上帝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税官回家去的时候倒算是跟从神的义人，而那法利赛人不算，因为所有骄傲的必然降成卑贱，诚心谦卑的必成高贵。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，然后你和你的弟兄们下网打鱼。老师，我们辛苦了一晚上，啥都没打到。
但是听老师你的，我就一定效仿。雅各、约翰，雅各、约翰，快把你们的船划过来哦！快来帮忙，快点儿！我们都装满了，装满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主啊，请你离我远点儿，我是个罪人。不要怕，今后你就要为我得很多人了。你们过来听我说，就一定能活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你们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你们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悯他，神必广行赦免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他来了，他到了，快看！耶稣，耶稣，我求你救救我的独生女，老是可怜可怜他嘛，他才十二岁就快要死了，求求你快给我来嘛。亚鲁，没得救了。耶稣，你的女儿死了，莫再麻烦老师了。不要怕，只要信你女儿就能活。莫哭了，他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女娃娃，起来。给他那儿东西吃。我命令你们，莫把这儿的事给别个说。这是以后，耶稣看到一个叫马太利未的税官坐在收费站上收税。你跟我来。
跟到耶稣上山祈祝祷告，整个晚上都在向神祷告。天亮以后，他向他徒弟中的十二个人问好，并把他们叫做使徒。西门，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。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。雅各。约翰、菲利、和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还有奋锐党徒西门、雅各的兄弟犹大，和以后变成叛徒的加略人犹大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要得到满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要欢喜。别人为耶稣仇视你们，不理你们，欺负你们，还说你们是坏人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有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就该高兴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对先知的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我只有这些了。这啥子意思？只有这些？你们现在有钱的人有货了，你们一直过的是有钱的生活。哈哈哈！他不想发财说，简直是个疯子。你们现在笑的人有货了，你们要伤心哭泣。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就要倒霉了，因为他们的先人也同样对下先知这样说。但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些听讲道的人要爱你们的仇人，要对恨你们的人好，祝福咒你们的人，为欺负你们的人祷告。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把那边也给他打。有人抢了你的外衣，把内衣给他。有人找你们乞讨，你们就给他。有人抢了你的东西，莫想着去要回来。要想别个咋对你们，你们就要咋个对别个。你们如果只爱了爱你们的人，有啥子值得夸的？连罪人也爱了爱他的人，如果只对你们好的人好，有啥子值得夸的？就连罪人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咋能摸他呢？他咋能跟他说话嘞？讨厌！不，
我，你要爱仇敌，也要对他们好。这个人的莫向人家还回来，这样你就会得到重赏，成为伟大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他对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好，你们要仁慈，像你们天父那样仁慈。耶稣，救救我们！不要评论人，上帝就不得评论你们；不定别个的罪，上帝就不得定你们的罪。原谅别个，上帝就会原谅你们。主啊，带我们走你的路。给别个，上帝就会给你们。因为你给人家好多，你就会得到好多。瞎子没法给瞎子带路，要不然两个人都会摔到坑头。你为啥子看到你弟兄眼头的木刺，但看不到你自己眼头的大梁呢？老师，带着我们嘛！主，我们现在需要你。森里和戴丹妮的妈好有福气哦。是哦，但比不上那些听了和照上帝话做的人有福气。我想认识这个人。你看他是不是弥赛亚哦？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去吃晚饭，耶稣就到他家头吃饭去了。好了，娃儿些，出去了，听到没有？走。这些娃娃简直太糟了。他来这儿干啥子？我不晓得。他在做啥子？这人如果真的是个先知，他该晓得摸他的女的是哪个，也该晓得他过的是有罪的生活。西门，我晓得这个女的是哪个。听我讲一件事，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钱，一个欠500银币，另一个欠50银币。因为他们两个都还不起钱，债主就不要他们还钱了。这两个人哪个更爱他呢？我想是那个欠的钱多而不用还的人。你说得对。你看这女的，我到你家来，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，但她却用眼泪给我洗了脚，还用她的头发来擦干。你没有亲我表示欢迎，但从我进来她就不停亲我的脚。你没有把橄榄油抹到我的头上，但他却把香膏抹到我脚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他的爱说明他的很多罪都得到了饶恕。那少得饶恕的，他表达的爱也少。你的罪已被免了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安地回去吗？耶稣到处周游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跟他一起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几个以前被恶鬼附体，后来被耶稣治好了的妇女。当中有玛利亚，又叫抹大拉，希律的管家库萨的妻子约亚拉，和苏萨拉。
但是希律就是被罗马派到加利利当王的人，把世袭的约翰关进大牢，因为约翰指责他娶自己弟媳当老婆。嗯，等我们到南营的城门时，一个送葬的队伍正好从那儿出来，是的，是一个寡妇的独儿。耶稣看到那位寡妇的时候，很同情他，他摸到棺材说：“小伙子，我叫你起来，你死就坐起来了。”耶稣就把他交还给他妈妈，问他，就说：“你是约翰说的要来的人，还是我们还要等其他的啥子人？”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实习的约翰喊我们来问你，是不是要来的那个，还是我们要等别个的？你把你们看到的、听到的都跟约翰讲，瞎子能看见，瘸腿的能走路，那些不怀疑我的人该是好高兴哦。我看不到，请把我抱起来。坐到我的肩膀上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有一个撒种的人撒种，撒的时候，一些种子落到了路边，被人踩到了，而且还被鸟儿吃了下去。有的掉到石头上，一出来就枯死了，因为得不到水分的滋润。有的掉到荆棘中间，荆棘和种子一起生长，把种子挤倒了。有些种子掉到肥土里头，长大以后结出果实，数量翻了百倍。老师，你在一群人当中为啥子老是打比拍呢？我把上帝国的秘密给你们讲了，你们都晓得了。对其他人，我就用比拍说话，让他们看也看不到。即使听了也懂不起。这个比拍的意思是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。落到路边的种子是那些听了道的人，但是魔鬼把道从他们心头抢走，让他们不信道，所以不能得救。而落到石头上的种子是听了道并且高兴接受的人，但心头没得根，不过是暂时信了一下，一旦遇到了考验就退后了。落到荆棘头的种子是听了道的人，但被操心的事情、钱财和享乐困倒了，就结不出成熟的果实。落到肥土头的种子是听了道的人，把道存到诚实善良的心里，直到结出成熟的果实。没得人把灯点起，又拿碗盖到起，或是放到床底下，而是把灯放到灯台上，让进来的人能够看到光亮。任何保密的事总要到传出去，任何瞒到的事也会被发现，让人晓得。所以你们要专心听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更多，凡是没得的，连他没到有的也要全部给他拿起走。老师，你妈和你兄弟站在外头的，他们要见你。听到道又遵守的人都是我的妈妈、我的弟兄。
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条船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把船划到湖那头去。”船在往前划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老师，老师，耶稣，我们快要死了，船要遭水灌满了，我们要遭淹死了，老师，救命！我们快点救了！你们的信心呢？然后他们接着从加利利划到了湖对面的加达拉。耶稣，至高上帝的儿子，我管你啥子事嘛，求求你莫折磨我。你叫啥名字？我叫去主，我们求你不要送我们到无底坑去，让我们浮到那去主身上。喂，回来，莫跑，站到。那群鬼就从那个人身上跑出来，回来，浮到猪群里头去了。你看这儿，你这魔术师，快走！你看这儿，你看我们，你看这儿。不管你走到哪儿去，让我跟着你回家去。宣讲神为你做了啥子事？耶稣和门徒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到伯塞大去了。但人们晓得了，就去跟着他。快到晚上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老师，
喊这些人都解散了嘛，以便他们好去周围的村上和农庄头找吃住。这儿是啥子都没得哦。你们个人去给他们一些吃的吗？我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哦。慈悲爱人的主啊，上帝，宇宙的王，我们称颂你。你是土地出产吃的。好奇怪哦，简直想不到。人家说我是哪个？有人说你是世袭约翰，还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些人说你是古代的一位先知，现在又活了。那你们呢？你们说我是哪个？你是弥赛亚。不要出去说这个事。人只要受很多苦，人家还要讨厌他，他还要遭定死。但是三天后就要活转来。你们哪个要跟到我？老师，我要跟到你，但是先让我跟家人说一声嘛。哪个编的甜，还边朝后头看的话，对上帝的国是没得用的。哪个要是跟到我，哪个就要舍弃自己，天天背到他的十字架跟到我。只救自己命的，往往都要失去；为我丢了命的，他的命一定得救。如果人得了世界，但失了灵魂，又有啥好处呢？如果哪个觉得我和我的道丢脸，在人子的荣耀里，那个人也是可耻的；在上帝和天使的荣耀里，也是。我敢保证，这儿有人在死之前，必然会看到上帝的国。后来，耶稣带着约翰、雅各和彼得到山上去祷告。
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样子改变了，衣服也白得发亮。突然有两个人跟他说话，他们是在天堂的荣光里现身的摩西和以利亚。你要完成神的任务，你会使到耶路撒冷。他们要走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能在这儿好好哦。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给你。”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，一朵云彩飞来把门徒盖到，他们很害怕。云里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是被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的话。”老师，老师，求你看一下我的儿子嘛，求你救救了，他是我的独儿啊！我求过你的门徒，把鬼赶走，但是他们没法呀。这些不信有故事的人，我在你们这儿要忍到啥子时候？带你儿子来。他脸都治好了，好不得了哦！叫我们祷告，像约翰叫门徒那样。你们祷告是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犹如行在天上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到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”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找到，叩门门就给你们打开。凡是祈求的都得着，凡寻找的就找到，凡是敲门的门就会为他打开。你们当老汉的哪个会宰儿子？要鱼的时候给他毒蛇，要鸡蛋的时候给他蝎子。你们虽然不好，还晓得要拿好东西给娃儿。何况天父还不更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
我跟你们说，在生活中不要担心吃啥子，也不要尽想穿些啥子，因为吃了是为了活到，身体比衣服重要。你们想哈乌鸦，他们不种也不收，更不要说有仓库，神还养活他们。你们不晓得比鸟儿要贵重好多倍。你们当中有哪个能凭担心多活几天呢？如果这点小事也做不到，为啥子还要担心其他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咋个长的？他们不老也不纺线，但是所罗门王最荣华时，他穿戴的还不如一朵花。你们信心太小了，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到河头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。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你们的信心要是有一颗芥菜种子那样大，即使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，把自己丢到海头，他也会听你们的。引人犯罪的事肯定有，但是引诱他的人要着了，倒不如把磨盘拴到这人的颈项上，丢他到海头，这样比让他唆使小人犯罪还要好些。上帝的国像啥子样子？就像这样，一个人拿了一颗戒指种到田头，它长成一棵大树，天上的鸟儿在这树上把窝。我不晓得他在说啥子哦。你和你的门徒为啥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啊？没得病的人不想看医生，有病的人才要看。我来这儿不是要找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悔过，是要找罪人。再给我们讲上帝的国嘛，还有啥讲的呢？娃儿些，莫害怕，天父喜欢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把财宝卖了捐给穷人，为自己准备不得烂的钱包，把财宝保管到天上，在那儿财宝才不得减少。因为贼没法偷得到，虫子也咬不到。你们的财宝在哪儿，心也在哪儿。驴子，你的病都医好了。看，看，他医好了，真神了，快来看哦！这没，这没出。18年，上帝保佑你，老师。我们应该只工作6天，那6天里头可以来医病，安息日却不该医。你太虚伪了，未必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拴在草上的牛和驴，牵出去喂草嗦。何况这个驴呢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遭撒旦绑了18年，难道不该在安息日解开他吗？
保罗斯，我要做啥子才能得到永生？为啥子要说我好呢？除了神，没得好人。你们是晓得诫命的，你们不可以奸淫，你们不可以杀人，不能指责没有出错的人，应该孝敬你们的父母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守这些诫命了。还有一件事情你该做，把家产全部卖了，把钱分给穷人，你在天上就有财富了，然后来跟到我。但我们是做生意的，很有钱。有钱人想进上帝的国实在是难哦。打个比方这样说嘛，有钱人要进上帝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那哪个能够得救？人没办法做到的事，上帝却能做到。准确地说，上帝的国啥时候来呀？上帝的国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。没得人会说看在那儿或在这儿，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头。快到你们巴不得看见有人子的一天的时候了，但你们却看不到。人子在他降临的那天，就好像闪电从天的这边一直闪到天的那边。但是他必先受很多苦，又遭到这个时代的人所厌恶。上帝的规矩是不得变的，就算没得天地，上帝的规矩也一点不得变。我跟你们说，有好多先知和皇帝想看到你们所看到的，没法看得到；想听到你们所听到的，却没法听到。我们该咋个做？既然咋个说呢？你又咋个解释呢？你一定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。你们的上帝还爱邻居像爱自己。你说得对，这样做必得永生。哪个是我邻居啊？不是去当兵的。那该杀王呢？从前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遭强盗打劫，脱光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得半死，就跑了。正好一个祭司路过，他看到那个遭抢的人，就绕道走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走到这里，看到那个遭抢的人，也从另一边绕了过去。但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这里，他也看到遭抢的人，他可怜的他不得了。去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上面，包好裹好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旅馆去照顾他。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老板，喊他照顾那个遭抢的人。他对店主说，另外所有的花费我回来一定还给你。这三个人当中，哪个更像那个遭抢的人的邻居呢？那个救了他的人。你也找到住噻。让王儿媳到我这里来，莫去阻止他们，因为天国的人民像他们。我老实地跟你们说，凡不像小娃娃一样去承受上帝国的人，都进去不到。奉我的名欢迎小娃娃，就是欢迎我；欢迎我，就是欢迎派我来的上帝天父。因为你们里头最小的是最伟大的。喂，出啥子事了？咋个搞的？拿撒勒人耶稣正走过这里。耶稣，
耶稣，大卫的后代，可怜可怜我嘛。你要我给你做啥子？我想能看得到。看得到了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我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很多人都围起想看他，求他指出得救的路，给他们讲更多有关上帝的国的事情。这个人确实是个先知。我的主，老师，救救我！主，救救我们！赞美主！主，把真道指给我们。人们开始接受他为主和老师。在耶利哥有个守税的叫撒该，他非常想看下耶稣，所以他扒上棵树，在树上看。撒该，快下来！今天我要在你们家头住。我家？哪想住到他那儿哦？咋该才认到耶稣？听我说，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。以前我要是喝哪个的钱，就一定还他，要还四倍。我不得行，收税的要想还他多收的税钱，不得哟。今天就恩来到这个家，因为这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之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罪人。听我说，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先知写的关于人子的事都要实现。他将会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笑他，侮辱他，还吐口水在他脸上，他要遭到鞭打和杀害。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耶稣就决定到耶路撒冷去。耶稣明晓得他将为人的罪而遭杀害，他还是出发去耶路撒冷。很多人庆祝他的到来，并宣告他是他们的王。老师喊你的门徒不要闹。我跟你说，要是他们不说话，这些石头一定会叫起来。平安，荣耀归于主。
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时望到了这座城，他为这座城哭起来了。今天巴不得你能晓得有关你平安的事，但你看不到。日子快到了，你的仇敌必修起围墙把你团团围起，不准你逃跑，还要在城里头杀死你，你和你里头的儿女没法逃脱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你没看出上帝拯救的机会。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了做生意的地方，而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。经上写的，我的殿比作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这个殿变成了贼窝。他跑到我的身后那儿去了，挡到他，挡到他。喊卫兵，喊卫兵来。因为人们都宣称耶稣是王，所以有些政治领导和宗教头头反对耶稣的情绪越来越强。我听说这儿好多人已经喊他是王，一个王，讨口子妓女和贼娃子的王，我们见过这种人，他们来了讲了些话又走了，他们会遭搞王的。我看不到，他的信徒越来越多，人们称赞了，而且觉得他是王。我现在警告你们，如果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，我要你们负责。也许他是对的，我们该去审查这个加利利人。这群假名假言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越受到耶稣的责备，就越反对他，随着跟从耶稣的犹太人的增多，指责他的反对派人数也不断上涨。捐的太少了。耶稣在圣殿头看到一个穷寡妇捐了两个小钱。你不多点说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寡妇捐的比哪个都要多，因为其他的人都有多的，才拿出一部分来捐。但是，这个寡妇把她的所有钱都捐献了。告诉我们。你有啥子权利说这些话？哪个给你的权利？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约翰使徒的权利是神给的还是人给的？咋个回答呢？我们说是上帝给的，他会说为啥？你们不信约翰呢？说是人给的，人们会拿石头打我们。因为他们都信约翰是先知。我们不晓得是哪个给的。那我也不讲，我凭啥子要做那些事？有一个人栽种了一座葡萄园，把它租给了农夫，然后就出门去了很久。到了要收葡萄的时候，他喊一个仆人去找租户，
要他该得到的那些收成。祖父竟打了仆人，喊他空手而回，他又喊另一个仆人去，祖父又把仆人打了一顿，还侮辱了他，叫他空手而回。他又派第三个仆人去要，祖父打伤了他，还把他邀请走了。原主想，我该咋个办呢？我派我爱的儿子去，他们总要尊重他嘛。结果祖父看到他后，就一起商量说，这是原主的儿子，杀了他，他的家产就是我们的了。祖父接着说，祖父们把他推出园外杀了。葡萄园主会咋个惩罚他们这些人呢？他一定会把祖父杀死，将园子租给其他的祖父。这段经文是啥子意思？而匠人丢弃了的无用的石头，已成了房子哥哥的头块石头。凡掉到石头上的，都要遭摔得稀烂。那块石头掉到哪个身上，就把哪个砸烂。老师，我们晓得你说的都是对的。我们还晓得你不以地位看人，只是按原意传上帝的道。给我们讲，我们跟罗马皇帝交税，是不是违反我们自己的法律呢？主，小心，他要害你。拿个银币给我看。这是哪个的头像和名号？凯撒。那就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，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。你还有啥子话说？五教节，也就是逾越节，就快到了。耶稣派西门彼得和约翰去准备逾越节的夜饭。我很想在被杀以前跟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夜饭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再吃这夜饭，直到它完全在上帝的国里实现。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称颂你，你是宇宙的王。你是葡萄藤结出果子，祝福你们，大家分到喝了。以后上帝的国来临之前，我绝不喝这葡萄果子。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称颂你，宇宙的王。你是土地长出粮食，这是我为你们舍掉的身体。为纪念我，你们也该这样做。这杯是用我的血所流的新药，是为你们流的血。但是你们要小心点，那出卖我的人正和我同坐。人子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受死，但是出卖人子的人要遭了。罗马，主是哪个？主，会是我吗？问他吃的是哪个？
你们中当老大的都要像当小的，当领导的都要像当佣人，哪个最大？是做到的贵客，还是伺候人的？当然是做到的贵客，但我在你们中间是伺候人的。我受磨难时，你们总和我在一起，正如我父赐给我统治的权利，我赐给你们同样的权利。你们要在我的国家里头和我一起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统治以色列的十二个家族，那就没得盘途了。西门，西门，听到，撒旦要考验你们每一个人，把好人和坏人分开，像农民把麦子和麸子分开一样。但是我为你们祈求，让你不失去信心，你在回头以后就要坚定你兄弟的心。主，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起坐牢，跟你一起死。彼得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在鸡叫以前，你就会三次不认我。我派你们出去没带钱包包孩子，你们缺啥子了吗？没有，啥都不缺。但现在有钱包口袋里都要带到，我得刀的人要卖了外衣换把刀。我跟你们说，圣经上写的有他被列在罪犯中，经上写的关于我的事都要发生。主，看，有两把刀。这就够了。公会头的长老些开了个会，商量咋个整死耶稣。撒旦进了加略人犹大的心，这个人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个，他和长老悄悄商量咋个抓耶稣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，到该勒山上去祷告。你们要祷告，不要受诱惑。犹大为了区区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。耶稣晓得他为人类的罪而死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，于是他祷告。天父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把这个杯拿走吧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愿望，而要成全你的愿望。一个天使出现来给他增添力量。耶稣的汗水像血一样一滴滴地落到地上。你们为啥子睡觉呢？起来祷告嘛，免得你们遭引诱了。
有的。利用情我当暗号出卖人之手。主，我们能不能用刀砍？来，逮住他！够了。奇迹！你们拿着刀棒来逮我，把我当成强盗了嗦？我天天跟你们在圣殿头，你们还没有下手抓我。现在是你们抓我的时候了。黑暗势力掌权了。抓住他！好像收到他。当兵的把耶稣带到一个院坝头，嘲笑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这是王穿的袍子。跟我们说哈，要做啥子事？你想你要救我们说，你要救我们这些人说。他也是耶稣一伙的。女子，我认不到他。我看到过他们在一起。你的下贱的佣人，尊敬别个的味道咋样啊？你也是他们一伙的？我不是的。对头，他是跟耶稣一伙的，因为他是个家里的人。走开！我不晓得你在说啥子。耶稣转身盯着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了主跟他说过的话：在今天基调之前，你会三次说你认不到我。主，我们求求你，凭着你伟大的权力，按照你的想法做事吗？你宽恕我们的先人，虽然他们反对你所说的话，你被他们气得不得了，但并没有毁灭他们，因为你爱他们，是因为你立过誓约，并且说话算话，你饶了他们。是哪个打了你？猜！快预言，哪个要打你？莫动！我说莫动，把他带到工会去。走。宗教工会的长老些就跑到会堂头，要一起来审问耶稣。
给我们说，你是弥赛亚说。我就算说了，你们也不得信。我要问你们啥子，你们也不得回答我。从今以后，人子就要坐在最高全能上帝的右边了。那你是上帝的儿子啊？你们说对了。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证据了嘛？哪个给他权利说这种话？他凭啥这样说？有罪。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这些的。我们带他去见毕大多，离他远点，他出去，就是带他走，把他交出去，交出去，带走啊！你等下子。走。他们把他带到全罗马最凶残的地方关本丢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曾把几千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你们清早八成的到这儿来有啥子事情？我们抓到这个人，他诱惑老百姓，他在圣殿祭祀上煽动人民造反，咋个惩罚他？判他的罪。我看没得理由判他有罪，没得理由。我们说他有罪，他跟百姓说不要跟该杀交税，还说个人是弥赛亚，是王。王，你是犹太人的王说，你说对了。他先在加利利，现在到这儿来了。在加利利，这个人是加利利人说。要是这样，就该让希律处理他。希律应该还在耶路撒冷了。带他去见希律。你说你到底是哪一个？你的门徒是些啥子人啊？很多人说你会行神迹，给我表演一下噻。老爷，他一直在毒害所有的人，他叫自己是王。这个人死亡，尊贵的陛下，狠狠地打了。带来回比拉多那儿，那是他管的地方。按照这个人的情况，不该判他死刑。干脆把他打一顿，然后放他走，
每到这个节日，你有义务释放一个犯人给我们。就放了巴拉巴嘛。对对，巴拉巴。杀了这个人。巴拉巴。对，放了巴拉巴。把他钉死！钉他死死去！你用鞭刑。他就是啊，太坏了。那个坏蛋还在被他吃嘛，早点把他杀了。彪他！哦，比他多点，他干啥子？比他多点干啥子？还在等啥子？快抓三子嘛！他是耶稣，他是个疯子，就是个疯子。他挂起来！你啥子说是完了？你不要这样折磨他。他就是个疯子，不是人。他说是耶稣。放开他，他是弥赛亚。快把钉上去，钉上去，快把他吊死！他没做人祸坏事。快点！疯子！是不是嘛？疯子！疯子！快点！真是个疯子！真是啦！真是啦！当真的放开他，怕啥子嘛？怕啥子？把他拉起来。不要害怕喽！但是他们大声叫喊，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于是比拉多判了耶稣死刑，把那个因为杀人做坏事关在牢里头的巴拉巴放了，又把耶稣交给那伙人去钉到十字架上。退后，往后站，退后啊！快动手！快远一点！我滚！往后站！往后站！滚！躲开！让开！滚！走开！走开！喊你滚你就滚！起来！起来！你叫啥子名字？古林来人西门。你过来，给了孙子。你背到他，快，快走，靠后，靠后。远点儿，快走！不要挡路，让路！靠后，靠后啊！主啊，我们为你而哭，活吗？活吗？主，活吗？耶路撒冷的女儿，莫为我哭，你们要为自己和儿女哭。在数月之路的时候，都要出那种事，树枝枯了又会长呀。上帝救你！我们为你祷告。快走，下来，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走，跟到，快点跟到，快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到前头，快点走。
走。把钉子钉进去。松绳子。天父，饶恕他们！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啥子。他救了人家，让他救下自己嘛！你如果是弥赛亚，救救你自己噻！从十字架上下来嘛，给我们表演一个神迹嘛！耶稣遭钉到十字架上，立到两个锥瓦子中间，应了先知几百年前说的预言。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裳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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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来嘛，走前儿，来，在他的脑壳高头钉了块牌牌，上头写着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王。”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救救自己噻。是弥赛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噻！你不怕上帝哦？他没做错事，
但是他跟你受了同样的惩罚。耶稣，你当王以后，求求你记到我。我答应你，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。当时正是中午，但是整个大地一片漆黑，直到下午三点钟。店里的账目从当中裂成了两半。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头了。当军官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，就把荣耀归给上帝。荣耀归于上帝，这恩是一个义人啊。亚历马太人约瑟是宗教会议里一个正派的会员，他不同意这种残害。他得到本丢比拉多的同意，在太阳下山安息日开始之前，把耶稣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坟墓里。不好意思哈，我们是想来给主查身体。我会帮你们的，但是快走，安息日就要到了。星期天一大早，他们带到他们准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。你们为啥子在死人里头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儿了，
已经回转来了，应该记得他在家里历史给你们讲过的话，人质一定会被交到罪人手头，钉到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听到石头滚开了，我们到坟墓里头去。除了遗体不在了。啥子？除了身体不在了？那个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是发光的，天使像太阳一样。他们跟我们说，为啥子在死人里头找活人呢？这是真的？相信我们嘛。真的，我们看到了，你们去看一下嘛。坟是空的，我们的主不在了。彼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后来，耶稣出现在两个门徒面前，他们很兴奋地跑回来，把这件事情告诉别的门徒。主硬是复活了，已经先给西门看到了。我们在路上，没认到是他，等他批评时就认出他了。这伊玛忤斯，他怎么会在那儿？怪了。愿你们平安。你们为啥子心烦呢？心头为啥子有那些问题呢？看我的手和脚，就晓得真的是我了。摸我，你就晓得了。因为魂无骨无肉，但你们看我是有的。以前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写了的一切关于我的话，都一定会灵验。按照经上的话，弥赛亚一定会被杀，在第三天重新活转来，人以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天下。你们就是亲眼看到这事的人，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头等到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主赐福和保佑你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天下人成为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我给你们的所有命令都要喊他们遵守，我就一直跟你们一起，直到世纪的末了。阿们。先知很久以前就在圣经里写明了，上帝要派弥赛亚来拯救罪人，使他们与上帝和好。耶稣的生命清楚地表明，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。
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头写道，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，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上帝的能力使童贞女玛利亚怀了孕，她就生下了耶稣。正如圣经里头的记载，童贞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，好叫人们晓得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人们看到耶稣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，耶稣赦免人的罪，医治病人，拯救人，使他们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。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。三天后他从死里头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耶稣说，我有权柄舍弃我的生命，也有权柄把它拿回来。耶稣的生平正和众先知在圣经里头对弥赛亚的描写一模一样。确实，耶稣是上帝的道，通过耶稣，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他自己。耶稣说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起先上帝创造人，好叫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，但是人不听从上帝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就犯了罪，罪就把人和上帝分开了。圣经上说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罪人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正如上帝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，上帝同样派他的独生子替亚当的后代死。他这样做好让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使徒彼得说，众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，他们说凡是相信他的人，上帝就肯定赦免他们的罪，因此凡是跟从耶稣的人就可以避免地狱的刑罚，并且能够在天国和上帝永远在一起。耶稣从死里头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说，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们宣讲，凡是认罪悔改归向我的人，上帝必然赦免他们的罪。耶稣还说，他要派圣灵来和跟从他的人在一起，教导他们真理，给他们能力，使他们能够遵循上帝的道。当一个犯罪的女人承认她的罪，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对她说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因为你相信我，所以你得救了。耶稣说，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，说明他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。耶稣叫人跟从他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，并求耶稣纪念他。耶稣回答说，今天你就可以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凡是愿意跟从耶稣的人，可以用下面的祷告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，谢谢你爱我，我违背你的命令，犯罪得罪了你，我很难过，谢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从死里头复活，谢谢你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替我受刑罚，我愿意跟从你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和我个人的主，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让我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和我在一起，向我显明你的道路，求圣灵给我能力，使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，使我的生命讨你的喜欢，愿全世界的人都来赞美你，阿们。耶稣谈到跟从他的人说，我的羊晓得我的声音，我认得他们，他们也跟从我。跟从耶稣的人每天都和耶稣谈心，学习耶稣在圣经里的话，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在一起聚会，还告诉其他人耶稣是哪个。耶稣升天回到自己的宝座前曾说，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，
你们要确实明白，我总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应许。